话题则是要来聚焦日本天王木村拓哉的女儿木村光希，在妈妈工藤静香的陪伴之下，首次抵台，先是走访了台北市迪化街，妈妈工藤静香还大手笔买了将近70,000元的燕窝，随后两个人也逛了布行，最后再到台北101品茶。而在今天出席珠宝活动时，她穿了一身黑色深 V 的连身洋装，大秀好身材，还透露想吃遍台湾甜点。身穿一袭黑色深 V 连身洋装现身珠宝代言活动，日本天王木村拓哉的次女木村光希火辣尺度破表，接受访问时还透露来台湾最想做这件事。Yesterday I was able to do a little tour around the city and I really enjoyed it as well, but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go and see some sweets or going to likeeat some famous sweets, traditional sweets of Taipei. 首次来台的木村光希一举一动都成为外界瞩目焦点。看到追星粉丝木村光希展现亲和力，一一打招呼，露出灿烂笑容。13号中午左右抵台，行程满档，先是和妈妈工藤静香朝圣台北市迪化街的干货店，外传还大手笔砸了近70,000元买燕窝，接着再到布行购物，最后再到台北地标101品茶。有着深邃五官的木村光希，外形出色，举止也有爸爸木村拓哉的天王风范。尽管年仅16岁，但巨星架势十足。记者游彦慈、张俊涵特别报道。